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季，很高兴能有机会加入谢市长团队为大家服务。提到观光，您最爱基隆哪一片风景呢？基隆有山有海有港湾，具备丰富多元的元素，交织出特殊的迷人风貌。相信基隆庙口夜市与仁爱市场的美食早已经征服不少人的味蕾。和平岛公园特殊的地质景观，阿拉堡湾的绝美日出。还有就近欣赏基隆屿的优美身影与海天一色，属于基隆独门的风景，让人用视野画出大自然的美丽线条。基隆的美会自体发亮，基隆更有不少历史故事等您来了解与探究。城市的形象价值与定位是核心，也是启动人们认识城市的第一眼印象。我们不想让基隆只是繁华城市的复制品。我们想挖掘与确立基隆无可取代的唯一。我们想让市民与来基隆旅游的旅客能与基隆有更深的连结，创造每个人与基隆独一无二的关系。我想引用小王子的一段金句：如果你想造一艘船，不要抓一批人来搜集材料，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，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海，那就够了。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对基隆有渴望，我们一起来把基隆画出全新的魅力，让基隆有爱，好吃、好玩、好趣哦。而接下来最热闹的一个基隆观光活动，就是2022跨年晚会，以摇滚基隆城为主题，邀请7组实力派乐团现场嗨唱，搭配国际知名烟火设计大师黄俊豪老师操刀的海港烟火秀，欢迎民众12月31号一起到国门广场来跨年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